好久不见。哎、欸，有那个？有没有那个？不是吗？不用哎、欸，才两场。没关系啊，我帮你录录几场就好。才两场。两场不要录啊，他破坏。看我们。对，他破坏场地啊。我帮你破坏吗？那。破坏才不会上。不行啊，再怎么样都要我们自己的人啊。那、啊、我就你自己的人啊。我是帮你录过了、欸。你是谁？忘记我。那个、啊，那个，哪个？游泳的时候他也录的、啊，然后那跑步的时候也录。怪哦，怪喽，怎么怪了？对，怪了。哎，我的记忆卡呢？要快一点，要强，想快一点，做什么都做不到，怎么也记不到？哎呀，东西。杨峰，你被骂。哇，按住，你看就这个，算有什么呀？社团课。啊，社团，社团太牛逼了。社团课，社团。哪队比较强？我没有体育班啊，体育班这一队啊。啊，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十一班的男生，他球各种压进，十一班男生九分，左边还蛮可以的，他右边一点。可以了吗？不行，那就先用给我吧。怎么这样呢？走，加油！怎么这个机器真当掉了？完全没有用。真的当掉，夸张哦！直接当掉，把电池拔出来。完蛋了，只能录到一场。只能录到一场。来，同学不要挡在这里。不好意思哦，同学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啊，长腿弟弟，长腿弟弟。还有你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加油！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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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下班了。这个地方，同学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地方秒数有没有在动？不要碰哦。嗯。秒数有在动吗？好。不好意思。别理我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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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背后为什么变这样？为什么？刚才谁弄到的？哦，那个主任说要把青年节放掉。是哪一个社长？哪一个啊？社长啊，感觉好吴亚纯啊，吴亚纯早就被换掉了。我跟他讲清楚啊，他自己乱登记的。有啊，他自己乱登记的。我跟他讲说不要乱写。Oh my god！哎，怎么又变这样啊？自己会转。你要骑马吗？河北加油！奇怪，他就会转到那边去。啊，丞相起风了。很奇怪，很奇怪哦。起风了。黄氏的。我定点瞄准一个方位而已啊，看我们自己会偏掉。刚才说，主要就是二轮出道，主要也，二轮出道，我觉得是主要就是二轮出道。
说怎么了？晒黑，可是我已经很黑了。你要上班，你再来干嘛？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。不知道后面了，七八已经有了，现在是五。这五六没有，六七八在这四场啊，啊，他们赢的留下来打五六啊，这么难搞啊？没有，太虚了，太虚了，没有吗？不行啊。在哪里？篮球场而已。不行，太远，我看不到。那我把你抱走就可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，等一下，要不然找一个人帮我按这个录影机。对，一起，一起，就是你啊，好东西。我拿椅子来了，然后你不用。那里有。不是，你按录影机按下去，我告诉你哪一个按键，我先看他是不是真的去找人。快点，快点。看这个这么写。老师帮我保管，谢谢。你这么凶干嘛？哎，十一班的同学。奇怪，我
你这么想拍，要不然你站在那个裁判的中间，然后两边都拍。那你不是说你想拍？哦。等一下再回来，这里好像没有要比了。
你当个演员一下。干嘛？那么屌，完全就会有。
然后就会有抓到，然后就会有七个就是打新的那个给他，然后会有我这直接把他抓掉，哎，那是屌的，让他绝种。那么屌！那以后是他他妈不会玩到，他他妈是不要玩新的了。你说你今天哪里有上车？哎呦，他今天开的。没有，没有看到什么。过往我不确定了，我记得不住。过往比现在好好多。超屌！刚刚体育班输十分，然后后面就赢，超帅的。哇！
Yeah.
Thank you.
Yeah.